好，我看这题哦，一样，这里怎么算？这里我看到一个细杆码里面的题目，麻烦你先把这里面把怎样乘开，所以细杆码 i 等于1到几？ 20， 把里面乘开是几？三倍的 i 平方，减 3i 减 5i 减 8i， 再加几 5， 这样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，老师直接写答案了。什么叫 i 平方？它代表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加到几的平方？20的平方。所以加起来是几？6分之 n 是几？ 20。n 加 1,21。2n 加1是几？ 41。这样行不行？减掉8倍多少？这也是一样。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叫 i？ 它代表1加2加3加4加到几？ 20。所以加起来是2分之 n 乘 3。n 加一是不是好了？再加上尾巴是几？ 5。哎，不要以为它是加5哦，它加几？加5加5加5加 5， 它总共加几个 5？ 1到20几个 5?20 个5加起来是几？ 100。之后麻烦你把这算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 ,3 和6约分，约掉剩几？ 2。2 和20约掉剩几？ 10。所以21乘上多少？ 41。哎，老师不要这样算好了吧，我们这样算比较快好了，把20乘上21提出来行不行？所以20乘上21提出来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先把这两个相乘提出来，这边约掉剩几？2分之41，这样行不行？这边剩几？2分之41，减掉这约掉剩几？ 4， 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尾巴再加几？ 100， 好不好？尾巴再加起 100， 所以说老师问你这相减是几？2分之11减4，4是几？2分之8， 2分之41减掉2分之8，剩下2分之33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之后麻烦你在20乘上21乘上起2分之33，再加上10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把它乘开，好不好？ OK， 这约掉剩几？ 10 嘛齁。21乘 33， 好不好？乘起来 63,63,6930， 行不行？再加上多少？ 100， 所以加起来是几？7030，好不好？一起把它算一下。OK。